到台湾的嘉义，有一个烧肉挂包，然后他还有在卖那个锅烧意面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咯。我刚刚有先问一下老板有什么东西，请问这个现在是烧肉的吗？对，烧肉。这个是烧肉的。如果香港的朋友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就可以吃这个烧肉的挂包的有没有弄一个意面？对，不要沙茶，不要沙茶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那个菜单。啊，我刚点的是烧肉，还有第二个是矿肉，但是矿肉的广东话我弄几多点讲。然后这个价钱没有很贵，一个是台币35块左右，要加蛋加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他加的呢，就是这个海风油，有加酸菜吗？有。你们这是在嘉义的什么路上？海林街。哦，海林街路